最近吃太胖了，翻这个有点吃力。可是你吃的都没回本，都变肥肉啦。我们等一下在这边下海。前面朋友，没有人理我。我要去见你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五五身王帅。现在看到这装扮，就是要抓住夏天的尾巴。我们要去玩水喽，一起跟浪幸福来的曼怡一起去。今天是独木舟跟潜水体验，伊浪工作室所举办的。期待，因为我第一次来实体饼这个地方，刚从体验场进来就觉得大店漂亮的，没错，很期待。等一下明天，对。跟大家说，为什么今天会有活动的产生，是因为之前参加老板来串神活的直播，不好意思，就是不小心抽到了这个得奖品，好开心，所以大家要多多 follow 老板来串神活哦，我们按赞喽。现在这个位置是位于史梯坪有器具的圆环停车场，等一下从这边下水。这里呢是港口部落的传统领域，主要说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哈，怎么吃？常常讲说太平洋是我们的冰箱，你要吃的你才拿出来，你不吃的你会冰回去。Go go go go， 建议大家不要像我一样。没有穿长袖长裤，第一个会晒爆，第二个可能会被礁石刮到，所以这才是正确的示范。没错，都没有在听。排这个独木舟，准备下水出发。我跟曼怡一组。最近吃太胖了，翻这个有点吃力。都变肥肉啦。我们等一下在这边下海。哇，这边好漂亮，真的好适合玩水游的地方。之前来这边这么久都没有搭入到这一块，可以从石玉山转站到这，看起来超好玩的。而且有些人还有水费，然后浮潜的啊都有，很舒服。还有人在搭帐篷，有没有享受这个玩水的chill时光，很适合带个下午的。现在呢，教练要先讲解独木舟的使用方法。看你滑，现在教练亲自示范独木舟的应变措施。过上来，我中间，你要在中间。了解，好看的画面。耶！要撞到，要撞到了。碰碰船啊！现在我们出发了。曼怡，好看哦，这天空，我们好山下哟。耶！石梯坪这个地方超多人在海钓的，小弟弟他超酷的，穿那个钓鱼装。刚刚教练有说这个地形啊，石头一阶一阶的上去，所以这边才叫做石梯坪，应景它的地名的名称。怎么样，舒服吗，曼怡？哇，今天的浪非常的大，我们一直被浪带。哇，好chill哦，好爽哦！再拍，直接呕吐位移。哇，好漂亮哦，这样超美的面山这边，好会耍帅哦，这些钓鱼的人。哇塞，那个浪花，现在已经游得蛮外面的了。哇，这位女子躺着chill了，耶、yeah ！跳船咯，跳 go， 一二二，上船一二二，跳，哇，太好了，哇，你的好爽，对啊，你是落水，耶，等一下我让来吧，来吧。现在滑到大石头这边了，很多人会站在上面拍照的地方，逆光的感觉也是很漂亮，超美。我用这种谁来守护你寂寞的房？前面朋友，没有人理我。船头的朋友，哎、欸，他们是不是在挥手？船头的朋友，是吗？耶、yeah ，有人在挥手、欸，哎，好嗨哟！不用钱。
算了算了。哇，这个浪哇！耶、yeah, ，我追上他们了，嘎嘉嘎嘉。靠坐的人就是这样闲闲的这样。这边巧遇风冰歌王，你帮我录，我游泳好好看的样子。好，哇，海龙王。这是什么？海滨这里很小。呜。看水下的蛤蟆。可以水上芭蕾吗？我觉得你的面镜好好看哦，好想拥有哦。大哥，大哥很会买东西。怎么集合了？我们集合了。现在涨潮阶段，好，我们完成独木舟体验了，非常的好玩，很舒服，很 chill， 尤其躺在海上的那个时候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准备下水了，浮潜。Bring me down, this feeling got me flying high as a bird. I may never touch the ground. It may not be my birthday, but I just want to celebrate.现在海况不好，怎么了？澳洲的打工好朋友巴大，嗨，我是巴大。好久不见，竟然在巧遇哎！而且刚刚叫我还不知道，他就想说短不屌我。飘很远了，有我看到你最后一个回来，今天可以大喝大吃了，消耗很多热量，只能睡觉。耶、yeah, ，好玩，这是伊浪工作室的独木舟体验，还有浮潜体验。那刚刚浮潜呢，就是它会导览一大堆的珊瑚礁啊、鱼啊，就是潮汐导览概念，非常的丰富，感觉怎么样？实现了去年已久的活动。你说更外面吗？我不知道我游到哪里，但是就觉得说，哇，那个好漂亮，往前游这样。我说我看到绿色、紫色啊，还有香草色的珊瑚礁，超好看的。石头这样一片一片，还有这种长长的。哦，有，我有看到长长的，很可爱。就待在那边，然后就飘在上面。想要看帅哥美女要玩水，可以参考这个行程哦。可以 follow 伊浪工作室，重点就是大家可以多多 follow 老板来串生活的粉丝专页，每年都有一些不同活动的惊喜给你们。小鲜肉下水池。可以。I just wanna celebrate all night.